气，太好了，恭喜宗族，宗主这一提升让咱们昊天宗的整体实力也上了一个新的台阶。各位长老过誉了，我一个人的提升并不能左右天下大局，想要对抗武魂帝国更是远远不够，为今之计必须加强宗门弟子的训练，只有昊天宗整体实力提升才有一线生机。宗主所言有理，我们这几个老头子也要闭关再拼一把了。长老们有此心意甚好，但还以身体为重，切不可勉强。宗主放心吧，我们还没老。宗主，我们已经准备了。小三，我与你父亲的潜力已经止步于此，只有你还有进一步突破的可能。唐三利用瀚海乾坤罩护之力，其内有海神大人的实力庇佑，我也无法看穿，只能感应到他的大概位置。海神殿，原来唐三打了这一主意。唐三，你很聪明，海神山是海神大人的圣地，海神殿更是神圣不可侵犯，一旦你走出殿中，我便不能毫无顾忌施展攻击，所以我必将你拦截于此。第三魂技，海神凝望。Oh!
客本身就会面临死亡的威胁，仅要活下去，唯有拼尽全力突破。多谢小姐提醒和救命之恩，你。
前辈的实力傲居巅峰，对您来说杀死我简直轻而易举，但你依然选择在考核中堂堂正正与我对战，所以前辈实则对我有救命之恩。唐三，现在看来海神大人选择你是正确的。哥，这次哥你醒醒啊。哥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就是我力气好过度了。唐三，等你的身体完全恢复后，带着宁荣荣和小五来海神殿找我，进行你们的第七考。是。不能浪费时间，小三，你可以一定要拔出那海神三叉戟啊！